师欧文，本次为大家演示的是开箱视频。这个锅的牌子叫 Dubai， 是一个法国的一个牌子，也是地狱厨神狗蛋 Gordon Ramsay 非常喜欢用的一个锅。我们这个视频呢要做的就是一，如何开锅，二，如何使用跟保养，三，就是后续这个烫干锅会不会粘锅的一个问题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新锅有一层蜂蜡在上面，先用热水烫一下，接着用新的刷碗垫刷洗表面的蜡，锅底也要刷。再用热水冲一次，现在进行开锅，大火将锅烧成均匀的深蓝色，趁热涂上菜籽油，日锅日油打个鸡蛋试试，有点粘锅，再来一次。日锅日油第二个开锅鸡蛋，在晃鸡蛋的过程中，仿佛听到鸡蛋它自己说：“啊，自由了。”二，日常保养，你可以用洗碗液去洗锅。建议洗锅单独配一块海绵。洗干净后加热烧干水分，涂上一层油保养作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请帮我来个三连，后续我会制作这个锅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